Hello，有灯了，有灯，还不够亮。不够吗？没关系啊，你打了再打想它还到是一的样可以黑。帮医院转发一嗨，下啦，可以帮医院转 好吧，帮医发一下。院好吗？刚刚没有电池，没电，没电了。我是 Rachel EN，然后最近演了《七只卡》。喂，陈翔的车上吗？不在。他没有参加这次的签唱会，他去。等等，兄弟不见不散哦。OK。他脸色很好笑。车上还有谁啊？车上有我们的，Daddy。为什么突然转过来、啊？还有两个，为什么突然指定我？你最近啊？还有我们的剪兵王 Evan，Hello Evan，Evan，阿金，哎，Yo，It's me， yeah， we're on our way to Zhongli right now， 在后面那个人。哦，好近哦，你大一点啊，好近，超塞的，那一瞬间。好像鬼哦，刚刚那个超像鬼。哎、欸，你该不会这样子对着他，然后其实是拍这边吧？没有。然后我们后面有超强，我是还没有登场的玉星王。不要登场，现在要到中立了。我是伊恩，我是已经登场了的齐志凯。然后我们现在在前往我们那个，对，就是专辑的路上。签唱会的路上，哇，近一万人了，大家好。染头发湿湿，对吧、啊？因为今天下雨。对他刚刚淋到雨。我原本抓好头发，可是头发湿掉了，所以我头发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就是没办法。你也知道，下雨了。你也知道，下雨了。不要感冒，还好啦，还可以啦，身体还挺得住。啊，谢谢那个锦怡送出的行李包。海洋之恋，请喝。我身体有洪荒之力，所以我还不……哇，谢谢你送出的玫瑰花。送你女朋友，你很缺女朋友。真的吗？他真的有人要送我女朋友吗？刚刚有啊，对啊，欸，我只看得到留言，你看车上有哪些人送出女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将军。然后大家有看吗？今天更新到第四集了，你要不要吸个油？喂喂，根本没有吧？不要喂，不会，我这样看起来脸很干。有吗？我看，哎，这个光有点猛。对不对？你要吗？对，我觉得他需要。对不对？那就让那个韦静我帮你补。好，好，你不要手抖啦，很难弄。你手很抖，你手超抖。他们怎么弄的？好不会帮别人用，手超抖。哦。哎！出来了。我还没用完，你只吸了一块而已。我现在吸油。怎么找不到他？我正在吸油。对，我觉得其实当一位艺人，哇，有人送你呢，你这样针筒送了。39 40 41，我真的假的？4 45 46，我和谁在一个车？49 50，为什么？谁在一个车？我没办法，我讲话这么强。那你先关。哎，他送你60个什么能量小针筒，然后还有人送你20个什么海洋之恋。安静文，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啊。那个我们车上有韦静、小熊、Evan、简冰。有人在 Q 简冰，谁在 Q 简冰？谁在 Q 简冰？有人让不准 Q 是不是？我不准 Q。
我现在不准 Q， 只准看我。来，对于那个煎饼这个绰号有什么感受？对于煎饼那个绰号，煎饼不是我，煎饼是煎饼王。哎，煎饼王，对，可是你自己吃。好了，他把推到我的身上了。那个煎饼王，我觉得很可爱啊。那我想问一下 ，Evan， 你知道什么是煎饼吗？知道啊，我早上有查。我早上就是在一个网讯号不稳定的时候，我就说我知道，然后一直想要查，可是他们说到底怎么样子嘛，长什么样子？我说再给我。再跑三圈 ，OK， 是长这个样子。对，我是今天才搞清楚的，确定煎饼是什么。还好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啊。我觉得，如果是骑士坎取的这个名字，别想，你在干？在看直播啊？那你为什么要对着对着这个方向？这样直播比较有感觉，看直播比较有感觉。那个，如果是齐将军取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蛮可爱的。听说你最近因为拍了《刺客列传》，粉丝涨了非常多，心里有什么感想？会问啦。我觉得你跟我长得一样多吗？不是吗？没有，还是我多你一点点。好尴尬，这个问题。哎谢谢大家。喜欢 Evan 这个发型哎、欸，真的吗？煎饼的发型，大家都是喜欢那个，好像顺毛的我。对，哪个？顺毛的。好像在自拍的感觉哦。看看车上的。上的几个 special 成员，大家好，我们的全新专辑《Boys on Fire》想要篡位，吓我一跳，突然开门，刚才煎饼王差点从车上面摔下 去，我刚靠着门，然后突然，然后我们现在要吃饭了，因为我们肚子饿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吃饭 ，Teddy 比较饿吧。他说：“一人右手常常戴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你是说这个手表？右手拿了右手啦，左右不分哦。因为这个吗？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人送我的。是你啊？就是我送的。对，好像大家都有的感觉。那个OK。这延迟也太久了吧？其实你蛮帅的、啊，煎饼王送你的，真的、啊。其实我现在不太想吃便当。我今天光是帮助，对，我绝对光是帮助大家的。大家都有给你哦。吗？我想拿毛巾给你。没办法，我头发是湿的，拧不干了。大家有看《刺客列传》吗？有看到第七集吗？第七集有我跟 Evan 很重要的一场戏哦。够啊，肌肉吗？大家都有开会员是不是？这么厉害就看得到第七集？真的吗？真的吗？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你试试看这是什么？啊，香菇。谁是你们最喜欢的 CP 啊？谁是你们最喜欢？你们最喜欢我们剧里面哪一对 CP 啊？你们最喜欢我们剧里面哪一对 CP？Oh my god！ 他那个洒出来了。我跟煎饼是吗？ Oh. 我跟煎饼。哦，煎饼在吃东西吗？煎饼好好吃啊！煎饼。煎饼来段 rap。煎饼要不要来段 rap？ 煎饼可以用 rap 唱煎饼。煎饼又煎饼。嘿、煎又煎又 ，My name is 煎饼王，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 freestyle， 我错了，你错了吗？我错了，我跟大家道歉，不应该开口的。为什么是王金定王 ？OK， 这就是我们在村里面的状况。EMB box，
你好帅 ，EMB 吧 ，EMB 好帅 ，EMB 吧，逼一下，好，我觉得到五万人，我再逼吧，逼个了，多少？现在4.3，4.3。那我就讲五万人，就来，还是你要不然我来讲一个笑话好了。Oh my god！ 那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好，大家好，我是叶问。师承陈华顺，你讲不起，家住本市，家住永春捷运站旁。会对对对对对。有一天我在练功的时候，底下留言都说你讲过老梗了啦，老梗了啦，你是完全跟山猪的梗，一模一样的。有人给我闭嘴，你给我讲完。好，我就是这个，你讲过了。我把他不准全部听我讲，全部听我讲。有一天我在练舞的时候，哭哭哭哭哭哭，我看到了我儿子，我就说儿子啊，过来帮爸爸倒一杯水来喝吧。我才不要嘞！你这个不孝子，为什么你不帮我倒水来喝呢？我才不要帮你倒，然后他就这样跑走了。你这个不孝子，你这样只要。比巴克斯，就不要动，蓝伟不能动，不能动。五万人了，好了，煎饼兵，煎饼王兵，哪个当煎饼？煎饼王，煎饼王，煎饼王。今天有个粉丝，今天有个粉丝，那个我们在青壮会的时候上台跟我玩一个游戏。那我一直跟你们玩一下吧。你嘴巴我刚本来是要在镜头外，结果在镜头内坐了。那个他说 Evan 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我说好啊，所以你们也现在可以准备跟我剪刀石头布好不好？剪刀石头布煎饼王的 B box 来，煎饼王，你不是要 B box 吗？是你 B box 要念煎饼王，对。好，那我就用，我开个头吧。你要开个头吗？好，没有了。那么你要开个头吗？煎饼王说他要开个头。好，我不会 B box。他就是煎饼侠啦。那么你逼。我不用，我没有那么多招，我可能就是两个音最多。你骗我！你骗我！啊不，别！他刚还在旁边，就是你逼我帮你出声音，然后 OK 好，啊这个不动，你骗我。好，那我现在已经好，那我现在来逼一段，好不好？现在用我比较少用的一个招，好，叫刷碟，这就是。我感觉烂掉了。救我！好，我刚看到有问题，有人问你 L O L 叫什么名字？啊，我也叫海绵宝。海绵宝啊？OK， 你自己找楼梯。我最近其实没有打，我一直都在银牌的状态，就是我自己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一直打不上金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可能就是一直遇到不怎么 carry 我的队友吧，那煎饼王你觉得怎么样啊？自己沉浸一下说吧，我要吃一下饭了。其实跟之前跟伊恩玩的时候，伊恩还蛮 carry 的，就二十几杀那种。真的吗 ？OK。所以你觉得升不上金牌是不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你的问题。OK， 拜。OK， 好，并没有救到我。我本来就没有救你的意思。我吃饭了吗？还没。你再讲一个笑话。我有看到这个留言。
我已经没有笑话了，我已经没有笑话，还是伟青哦，有红包，我的红包被抢走了。伟青，你要讲笑话吗？我没有笑话啊。还是你要讲什么好笑的事情？没有啊。伟青，你在拍那个《玉兴王》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吗？好笑哦，好，也没有很好笑，就是因为连那个胡子嘛，我不能笑，我在剧里面不能笑，因为一笑那个胡子就会放开，因为它粘得很紧，所以你都没笑。就是如果有时候现场有什么好笑的事情，我就会不要给我笑，不要给我笑，然后脸就一直这样。OK， 不好笑。哈哈哈哈哈。留在他的脸上，这个声音真大家。镜头应该留在他尴尬的脸。刚刚留在，因为不会运镜哎哦。你今天就是要留啊？在干嘛？我在干嘛？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伟青怎么了？我大摸到这一摊呢，狂摸那种。胖姐，那你帮我拿一下。你的表情超丑，你的表情超丑。我没看到。我就看到你的表情哎。我们在车上就是这样超吵的，所以有时候跟这一群人出来的时候都非常不得安宁。我是身为团里的老幺，我必须成喵喵喵，就是照顾他们一切。其实我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大家安静，大家安静。还有就是，其实我也没什么要讲的啦。我来看看问题好了。不得安宁，老幺老幺，妈妈最细心吧？笑声好经典，伟静的笑声真的蛮。因为要先吃点东西，可是我现在真的不饿，因为我中午的时候吃太多了，我再吃下去我就会胖。OK， 大家都在看我，其实不太想。我再解释一下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是今天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然后我的头发就湿掉了，然后到现在就一直这样。现在已经7.3万，所以我又在讲了一次。就是等到10万的时候还要再讲一次。如果能到10万，我就再讲一次，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不顺毛啦？因为今天我原本其实是顺毛的，但是淋到雨就变这样。淋到雨就变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也蛮难过的。但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什么事情就是这样，船到桥头自然直。今天有人说你像 Big Bang 的太阳，你有什么感觉？今天有人说我像 Big Bang 的太阳吗？ Big Bang 吗？ Big Bang 的太阳， yes。 谁啊？我记得不是粉丝说的吧？你倒是说话呀，煎饼王。是谁说我像 B 的 Ben 太阳？煎饼王说。煎饼王让我冷场，谢谢煎饼王。一人更帅，谢谢你。哇，一个月一个半啊。想看看身旁的美女，是直播小天使吗？哦。直播小天使还在吃饭。直播小天使有人想看你。直播小天使，他今天没有戴，他今天没有戴口罩哎。想看旁边的美女，想看旁边的美女。想看我们的直播小天使吗？来喽！小天使没有在拍你了。底下全部都是想哎，看看看，要看。想看吗？想看吗？万一你就这样的网红哎。哎，我天啊！对呀，直播小天使以后靠你了。直播小天使。你看，你拍一下玻璃有没有他的粉？直播小天使看来不太想理我们，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经纪人啊？想看我们的经纪人吗？我们经纪人是大美女哦，她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中部一姐。可以这么说，我是中部一姐，我住南部，我住南部。怎么是那种声的？想要看吗？其实他也是几个孩子的妈了，一个孩子的妈了。
就是不仅要照顾我们这几个大男孩，也要照顾同时照顾他的小孩。我老公很帅。然后，这你可不可以自己说？这你给我自己找台阶下，我真的帮不了你。我现在是在帮我们刺客列传宣传，然后你再跟我讲你老公很帅，找他，找他。微信吃完了，你要不要直播一下？让 Ian 吃个东西。Ian 还没吃饭微信可以把我吃掉那个。快一点，微信。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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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伟他跟 Dylan 今天回去内地了。有人要你讲那个光芒万丈官方网站。光芒万丈官方网站，太白了、啊。还是这样好了，直接官方。他直接我看。我看我有摆着，这样子。我觉得你的角色到底第几集才会出来？对、啊。我的角色如果他是照剧本剪的话，应该是第。14集吧，那左右，哦、所以就是下礼拜。对对对，下礼拜那个，搜狐如果出了那个会员的那个新的进度，可能就有我了。我好想看哦！这么久？不会啊，搜狐下礼拜就有嘞。Teddy， 你和跳过了。好，好久。广州是全员吗？不知道耶。伟晋好心机，什么好心机？灯是不是？太亮了，我不知道啊。这样子，而且我好累，因为一定要摆一个左边的脸。你是男八七吗？男八七什么？我好像上面留言在骂我吗？广州什么时候？广州是8月27号，28在上海，27在广州，9月3号在北京，有破音吗？什么破音？没有啊，有没有看伊恩吃饭啊？那个是那个愤怒鸟的一家，Angry Birds 有出版 ，OK OK， 这种吗？伊恩团里面谁最喜欢欺负你？我最喜欢吃鸡腿了。哇，好像防守鸡腿。好、考虑清楚哦，考虑清楚哦。怎么了吗？不好，你拉太紧，好可怕。他们都说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鸡腿好大，那个鸡腿真的很大，真的很大的，很好笑，刚才拿眼镜，很好笑，大家都说好可爱。对，伊恩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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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系少年。伊恩不喜欢吃煎饼吗？伊恩吃煎饼。我吃，你吃，就算不吃，我看完这部剧，我也吃煎饼。他吃，一人吃煎饼，一人吃 Evan。没有，他说他吃煎饼，他没有吃。我说他说那个有人留言说一人吃。那伟俊，你吃煎饼吗？煎饼哦，吃啊。哎呦，煎饼好吃啊。我们要上台了，饭还没吃完哎。对啊，还没讲，先那个送麦克风。Teddy 吃饭很慢 ，Teddy 吃饭最慢。Teddy 常常就是因为 Teddy 吃不到饭，因为他每次都吃。Teddy 是个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不是我的原因，真的是我就算第一个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弄完头发、弄完妆，我是最后一个，然后就要走了。对，就要出发了，所以带着那个是连我连便当都还没开就要走了。Oh my god！ 所以不是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没有拍到 Teddy。哦，真的假的？没有，刚刚没关系啊，违禁没关系啊。你只拍，你都在拍煎饼。哦，真的假的？我帮他拿。好，那我看一下。Teddy 现在都在拍你哦，低着头。
你在看直播啊？我在看直播。你要不要露个脸呢？现在只看你头发。他们都叫我先吃啊，你先讲。煎饼收了，煎饼收了。煎饼吃完了，煎饼不能收了。煎饼收了，不，啊不，啊不，快，快，不 ，no，no。好吧，伊恩，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鸡腿。谢谢伊恩。No。哎，伊恩，鸡腿拿来。No。哎，所以我们上就要在中立那个上台了。我们的主播小天使等会会拿着我们的手机，然后你们可能在听我们在唱忧伤来袭，我们现在一直在打的主要的歌。喜欢听吗？需要吸。大家都怕了这个镜头。需要我们有了。有听我们专辑人吗？都有了，应该有的人还不知道。吸了，吸了专辑，吸了。我们是一个团体 ，OK， 我们叫 Special， 然后我们刚刚出了第四张专辑《Boys on Fire》。那我就问你们喜欢听哪一首歌？他随时可以。哪一首歌？送我有个花。哇，好阳光哦！笑起来好阳光哦！那个留言超Sunshine Boy 啊，留言也太快了。留言怎样？留言超快了，完全不知道。Where is Sam Lin？ Sam Lin 在另外一台车子上。我们分两台车子。Evan 像喝醉酒。喝醉酒。我没有喝醉酒，我刚醒来。你刚醒来为了在喝醉。给我们45分钟。你给我少装。我在吃饭，杰米玩干嘛？再5分钟就要出门。Hello 。他们问你破10万的话，你要干嘛？讲笑话。他们说。破十万，一人讲笑话。不要再讲笑话，不一定要逼我。这是你的账号啊。好了，你卖萌。一人卖萌，一人没有什么梗，所以就不要让他讲笑话。你卖萌，10万我卖萌。然后你卖萌好不好？我们破10万。齐将军，哎，我们刚掉了，我刚看9.7，我刚看9.7，你说要卖萌就变9.6了，怎么办？一人怎么办？一人，你一定要说更精彩的东西。他说亲一个。亲一个，好，你对镜头再亲一个，等下对镜头亲一个。好，我们。努力 ，OK。你说什么都好 ，OK。又到9.7，9.8了哦。Oh my god！ 你准备一下你的那个萌的动作，还是你要啃的？你要做这个吗？你不能做这个吧 ？Oh my god！Yeah，no，no！ 哎，一人10万呢！好啊，卖萌加直接，卖萌加啾咪，你自己拿了，我不，你可能要敬畏自己玩。好，三二，啾咪，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超香！哎，他们说做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喜啊喜。怒，爱，乐，我已经一起，哎呀，喂，别跑，文静别跑，好，我们现在要到那个，即将迈入会场，即将。到了会场，而且我们到了，麦克风在我们手上，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台去唱歌了。直接拍小天使，直接拍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呼叫小天使，我要把手机交给你咯。好，我要关机，可以吗？好，我们要上场咯，帮我们加油吧。这是等一下帮我们拍，就是我们。下车然后粉丝的那个，还是你要把它转到我们这边？对，烟你把它转，对，你转一下，因为我刚你要不要先呢？我会先上，我要先下去。好，对，哇，要怎么转？这样。
最下面的那个。先坐里面，快点。好好好。啊、好，那等下有没有拍我们走过去的？我先，对，还没。我要先下车，我等下先下。你先下车好了。可是拿我倒着走。你把灯关掉。下车超多人的叫你。好暗哦，都看不到。没关系，等一下才是重点。跟他们说，等等。有没有卫生纸啊？没有。就有湿纸巾啊，你先拿去用啊。好、哦、啊，这边有。哦，好。哇，也太多人了吧？为什么前面都有人？看一下外面，几乎都是人潮，像蚂蚁一样。听说今天因为好像造成交通堵塞，所以才提早八号。听说。对吧？对。真的好笑哦！现在又多人。对啊，我是说对啊，直接到对面都塞满了。对啊，这里有什么保护可以做？哎，前面都下车了。对，他们先下车问我们的话，好紧张哦，好紧张哦，保护一下康妮。希望他们可以让我怕我会摔死，上台啦！好，我们要上台。我觉得我会被拔头哎，就要上台喽。好，你先下车。我先下。也正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小队，好不好？来欢迎天天，天天，尖叫声不要停的，大声啊！耶！欢迎尖叫场的 Boys Special， 华人世界第一人偶像团体，带来新歌，歌名叫做《忧伤来袭》。也许来自日本压力世界不过的几个存在不必被缠着只是有那种独自一人承受罪你握着手指关着眼泪的青春那个太不开一瞬间的时光是不是思绪可能是奇迹我别害怕忧伤来袭 This is not what was supposed to be让我陪你一起不能全都失去什么事情就让我来记哦、oh, 我要紧紧抱着你 This is not how you're supposed to be 相信真心爱你哪怕是一口气 The world of battle of emergency 紧紧抱着你要别的东西紧抱着你不变的心紧抱着你寂寞的心紧抱着你 Let's win this battle together逃避不能去逃避现在为了在这里 What the hell is this? Come on 你看我的手还有我在手里我们最不就是这样的你陪我唯一你是我唯一 Oh yeah 我会害怕有伤的心 This is not the world was supposed to be 让我陪你一起玩到这段时期这种心情就让我来替 Oh 我要紧紧抱着你Oh
别害怕，有伤的心。This i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be。我陪你一起，我想知道事情，想说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哦，我要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This i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be。世界爱你，哪怕吸一口气。This i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be。因为我们这个专辑啊，实在是有三个版本，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担心说，哎，会不会因为分散，所以就是每一个可能就一天别人买，一天别人买这样。那你们真的很支持，这是我们第四张鬼专辑《Voice on Fire》，有十二个人完成版啊，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你们买了。回去你再听听看，因为这个我自己很喜欢，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谢谢，谢谢，我也很喜欢，因为这是我自己买的。哦、很棒的，对不对？一定要买！你们来之前呢、啊，我们跟大家报告，全台最后的货，粉红版、烈红版这边全卖完啦！哇、哦，这些的闪耀版也快卖完了、哦，太厉害了，非常恭喜！谢谢，谢谢。所以最后。签名之前还有一个愿望帮你们实现，就是大合照。来吧，我要办大合照哦。我们现在要大合照，来所以我现场所有需要拿你的灯牌出来的，我们帮 Special 收一下麦好不好？可以吗？我帮他们收麦好了。要不要？对，收麦，收麦比较好拍，收麦比较好拍。好，收一下，收一下。哎，稍微再靠近一点。我们要再靠近一点哦。好，我们先看正中央的照相机。我先看正中间，所有的朋友都先看正中间，举手的这里，举手这边。好，再来看我们举手的这位小姐，视线往这边看一下，我们八位成员。好，再来是这一台，这一台，麻烦一下我们八位成员看一下，我们中间这一台。好，再来绿色衣服的这一台，所有后面的朋友视线也看这边一下。还有我。我们好，再来这一台蹲着的这一台，麻烦我们八位成员视线稍微往下移一点。好，再来我们Sogo蓝衣服的这一台，蓝衣服的，谢谢Sogo辛苦了，还有一台。我们直播，我们也要拍照。好，谢谢，耶、真的太恭喜了，谢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马上上桌椅，让大家签名。那等一下，我们签名的动线依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场先让我们粉红号码牌，我们特使先上台，靠马路边，我们的圈口放上来之后，请往我们橱窗边的楼梯上来之后签名。非常谢谢大家支持，上台请。好，我们今天在台湾的中立就可以了，就是桃园附近。好，然后再往后一点，然后我们到位成员。现在在。好，我来找一下人。要找过来，各位要。我们找一下。方田。谢谢。
点多万。希望我们唱歌的跑调都有。小心，过来过来，你要坐过来。阿紫红。好。谢谢我们的综艺代表宋老师工作人员，今天我们推送最新的歌曲专辑第三专辑，帮我们再移一下好吗？多谢谢，谢谢我们的第四张冠军专辑，全台都很收听啊！整个华人世界目前最当红的男子天团 Special 前八位成员，在综艺举行最新专辑的前台签唱会最终场，现在即将为大家签名了。再见，是最后一场签唱会，希望之后能跟大家见面。八月底会去内地，伟静，伟静。刚刚已经看过了我们的煎饼，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即将签名，请您把你的封面以及号码牌都拿出来，这个站得直直的封面，我们要登记你的数量，现在我们要邀请歌迷朋友上来了，谢谢，欢迎，这边请，那里的楼梯，谢谢，小心你的东西，小心他们都在自拍，他们都在好，东西要拿到哦，自拍没摔坏吧，OK， 所以大家晚上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微博啊、IG 啊。各位，虽然我们刚才在整队的时候是依照号码牌整队，但是上台前还要再看一次号码牌，所以请您把专辑封面跟号码牌都拿出来，麻烦大家。哇，我们刚才提醒的事情，结果还是没做呢。有些朋友可能刚才没听哦，封面哦，里面的 CD 啊什么内页歌词本写真都收好哦，否则会掉哦，一定要收好。看下面有超多人的内页歌词本 CD 啊，那些都收好。小熊自拍掉落了，来吧，脏污了哦，破损了，磨坏了，我们先让他专心的跟粉丝合照，然后所以就是太平洋收购，内页所有的歌词本写真 CD 都收好了哦。然后下台记得你的专辑封面，不要多拿，不要少拿，不要忘记拿哦。下楼梯小心。不要加一人吃冰。因为大家今天也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六七点就装法。做准备，然后再次提醒您，从嘉义迁回了中坜，所以其实一整天下来，大家也都有一点累，但是还是很辛苦，然后很敬业的，希望能够满足每一个污损，然后或者是可能磨坏了，我没有办法帮你补救就完了哦，先帮我弄好。然后拿好，我们才可以登记数量。这也是目前我们的最后一场签售会了，这样子。来，号码牌跟专辑，第二排、第三排都准备好。我们是啊，这边还没过是不是？伊恩在这里。这边还没改造都还没过哦。我要带着这边第一排都还没上来哦。虽然现在你们只能够看直播，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之后八月底他们都会到内地北上广去做唱片的宣传。内地会不会直播？这个要看看到时的状况。好吗？再说，你说我们现在个人的速度。本来落后签名的速度哦，给你们看看他们的 man 的背。手机还有32%电。你准备好了？这是那个一样的手机。我们要追上签名的速度哦。号码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今天陈翔跟洪正是因为拍 HiFi 就是有一部篮球的偶像剧，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然后直跟 Dylan 因为他们也是有工作，所以稍早的时候已经先搭机回内地了，就大家都行程满档，然后都很充实。
第一次请大家见面，请左手臂哦，最起码你的左手臂，擦一擦，你左手臂可能都是汗哦，先帮我们擦一下。好，因为要擦自己衣服，擦别人衣服。今天这一场是最后一场了，然后台湾的应该是最后一场签售会，所以我就播久一点，但是因为他们签名真的会签非常非常久呢。我怕大家看了也会想说，太忙了，怎么那么久？所以请他一下，左手少了哈，如果是右手的话，我跟你写左手，紫色的小眼睛。对，有非常非常多粉丝上台的时候都会送小礼物给他们。我们也觉得这些东西，谢谢，把它带在身上。所以一轮每一场都带发箍，各式各样不同的发箍。对啊，他们都会给我不一样发箍，因为这有一个板子就很可爱啊。来，我们往前要往前走喽。谢谢粉丝，然后还带了一个乳牛的抱枕。签名桌前面有一点塞车哦。Hello， 签名桌前面的朋友要再快一点哦。哎。如果现场遇到他们，然后塞给他们的小纸条，他们都会读，然后他们也都很感谢你们，然后他们也都会认真的看你们两个每一个建议或者是支持的话。歌词本啊，写歌词那个收好好不好？拜托你哦，因为一定会掉哦，一定会掉。那掉了，我们可能真的很麻烦，没有办法帮你补救，所以请大家见谅。专辑内页里所有的。特别是歌词本哦，写真都收起来，收好。好，来，我们一个一个去看一下。但因为我现在要从后面走，因为前面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签名的动线。签名桌，那就只能看一下侧脸。要再快一点哦。签名桌塞车喽！签名桌塞车了，谢谢啊！在这里，我们今天在嘉义的那一场签售会，我们也是全部都有签完。所有专辑里面内页的歌词本、写真、CD 等等，都拿出来好不好 ？CD 片，对啊。现场的粉丝真的很多，所以如果要直播到完的话，恐怕手机都没电了。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要一波一波的往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停留在舞台前，所以请大家前面的都出来，前面的都出来，我没有办法让你停留在这边，我会让号码不断往前走，号码一直往前走。所以您是最前面的，就请您可以优先签名，但是让后面的往前。我们来看有爱的两个人，以伦跟伊恩。签完请往前走，或者是签完就请离开我们的区域了啊、哦！谢谢。我们要不断的往前，我们这边是不会停留的。来，往前，往前。啊，谁要签的？这一排的就出来吧，赶快，赶快！谢谢，签完就请大家往我们场外走了哈。签完就请大家往场外走，谢谢。来，签完了就请大家往我们场外走了，谢谢。说什么？后面的。好，那我的后面会不断往前，所以签完了请大家离开我们的广场前，谢谢。今天就签了吗？啊，那搞半天。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因为你们站在这么前面，一定到了。
久，然后我现在这样子看是有点看不到镜头。不好意思，请后面的朋友们，下次什么时候直播吗？这个不一定哎，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规划，就是会公布在他们个人的微博上面。不要检查队，有人插队跟我们说，我帮你处理好不好？往前走，往前走。我现在可能就是只能远远的给大家请准备，这边都请准备了，这边的朋友都请准备了，好吗？谢谢。好了，好了，好了，谢谢。来。来帮我们忙，帮我们忙，这边都请往前，签完就请大家离开广场，谢谢帮忙，谢谢，谢谢，赶快，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动线哦，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动线。好，那大家都在说快结束的时候，可以可不可以再直播一下？谢谢，请往前。我来问问看，然后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场的状况，然后还有到时候结束的时间。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尽量的去。这边还有这边，都请我们大家配合帮忙。都签了吗？都签了吗？好，那请准备准备。张启呢？好，来赶快，谢谢。谢谢谢谢帮忙好不好？我这边卡住，后面就没办法往前走了。我们要一排一排，麻烦帮忙，谢谢，谢谢。好，谢谢，这边左往前走。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结束的时间比较晚的话，我可能就不直播了，因为想说让成员就是签完了赶紧回车上，因为我们还要赶回台北，他们明天各自都还有别的工作，所以希望说他们结束后赶快回到车上，可以好好的休息，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赶快我们一起回，就是安全的回到台北这样。好 ，OK 啊，回敬吗？像有看到违禁吗？子豪，啊，然后要提醒大家，参加那个签售会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粉丝现在上台都会送一些小发箍，大家有看到？大家有看到 Riley 头上也有一个小皇冠吗？来，请往前，谢谢。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参加签售会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站太高，因为会有摔下来的话会受伤。然后成员们也不想要看到这种情形。来，请往前，谢谢，往前。好，签过了吗？签过了吗？谢谢，好，那等他签过就离开我们的广场了。然后如果参加签售会离开的时候，记得把自己随身的物品带好之外，如果有垃圾的话，也要一起带走。下来了，可以出来签名了。因为这边卡住一样，后面也是没办法，这边麻烦，谢谢。这边还有第一个牌面，我们现在第一个牌面。请后面的号码不要往前插队，我们还是照号码的哦，我们还是照号码的，动作快一点，请后面的号码不要往前插队。啊，防
到他。这几天签售会下来，宇文带过熊大、兔兔、卷发、各式各样的发箍。我们第一个排面，我们第一个排面，不好意思哦。宇文可以驾驭各式各样的发箍。好，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差不多要结束了，不然会一直影响他们的动线。对啊，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塞车，所以有稍微晚一点点到。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加紧速度，才可以把大家的唱片都签完。好了，我们要说拜拜了，说拜拜了，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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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子恒，我们说拜拜。嗨，谢谢，说拜拜。拜。跟大家说个拜拜。拜。谢谢。来现场，如果没有号码牌的，请大家不要停留在广场中间，我们要进行号码牌优先顺序，让刚才排队的朋友都能够。那也谢谢大家。就是看我们的直播，然后我们之后还会陆续有直播。